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 Crystal， 多伦多的全职地产经纪，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今天呢，我就会同大家介绍啱啱在万锦市新推出的独立屋 Townhouse Back to Back Townhouse 的全新楼花。这个 project 叫做 Victoria Grand。这个楼花一共是有三个发展商推出的 Aspen Ridge、Regal Crest 和 Countrywide。位置就是 Warden 和 Major Mac， 其实这个 project 它的 site plan 呢就是正正在 Elgin Mill 和 Major Mac 的中间。虽然 Victoria Grand 是一个新的社区，但是它周边的环境呢和配套都已经是十分之完善的了。五至七分钟去到 Cathedral Town， 十分钟之内去到高速公路404。而东边呢就是鼎鼎大名的 Angus Glen 高尔夫球场。环境空气都是十分之好的。五至七分钟去到 Angus Glen Community Center， 十至十五分钟去到十六街和 Highway 7， 那里牙医诊所、supermarket 等等应有尽有。今次第一批的 release， 每个发展商就有大概30个 lot 推出来的，即是一共大概是90个 lot。每一个发展商呢，他们都有推出15尺的单车房 townhouse， 那他们的尺数呢就比较小一点的，那就啱晒一些 small family。 那他们的售价呢就大概140万起，20尺双车房 townhouse， 同样都是三层高的，那这些呢你就预计大概是170万起，或者有23尺 back to back 的 townhouse， 那这些售价大概是140万起。30尺 single 的独立屋，那这些全部都是单车房的，售价是200万起。38尺的 detached home， 那这些就是双车房了，售价是240万起的。那现在每个发展商呢都会做一些 promotion， 例如是它会有 upgrade 的 credit 赠送，还有是会包晒五件头的 appliances， 那就有 stainless steel 的雪柜、炉头、抽油烟机、洗碗机和 washer and dryer 的。那它现在这个 project 的 closing day 就大概是2025年的年头，那每个发展商的 payment structure 都不一样的。如果有任何问题的，那就记得在 contact list 来联络我啦。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